九，我的是一本才399。他卖一件，我要卖三本才压得过。但是你看你就是傻，嗯、对，你可以卖一本你就卖999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对不对？还可以拿来当抹布，那感觉就是卖兄弟茶了，你知道吗？谁先打谁还是比较实用啊。好，来，你先打啊。我打给 Yuki 好了。哦，徐怀钰，徐怀钰，好不好？哇！与平民天后徐怀钰面对面试训，他会买几件帽 T 呢？直接就是在电视里面知道录影 OK 了哈。好，那我。哎呦 ，Yuki 姐！哎呦，哎呦，想我吗？但我每次想你啊，哎，你看后面是谁？神经病想你干嘛？有亲爱的，有想我吗？哎呀，帅哥哎！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这回哎，有没有我们什么交情呢？有干嘛？哎，有事相求。你还记得？你还记得你来录那个我很大的节目吗？嗯。哎，因为你来收视全国第一。但是我不希望全国第一，因为现在是要穿泳装，我不想。没关系，现在不用让你穿泳装，穿帽 T。穿帽 T 真的假的？对，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你破全国收视冠军嘛，